Hello， 大家好吗？我是面包 C， 欢迎回来来我们的 Spin 台呀呀呀呀呀呀呀。OK 了，就如你们所见，这就是 Dodge Charger。有一个人问是不是？不，有一个人建议的就是 Dodge Challenger， 可是很可惜没有这辆车，只有 Dodge Charger。算他弟弟还是哥哥了，我们给他了。OK 了，可是还没有东西可以改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们来 start 车先。还有，我们谢谢这几位网友的建议，来 go go go。啊，这几天都特别忙，所以喝可能会不是每天都有影片。哇，这个很难驾，还难驾过我们的那个野马。还有喝很好笑，就是上一个影片我已经讲了，没有消防车，可是你们还是问有没有消防车。看来你们没有看完那个影片就在下面留言了。嗯，我就知道。哎呀呀，哇，这辆车，哦，不错不错，可是很难控制，哇，还是我们的野马比较好，比较好控制。我看这辆车应该没有这样容易坏过，你看那个它的生命15000，有牌都不会烂了，这辆车，可是很快啊，快过野马这辆车，那，哦，不错。可是之前我看他们的那个作者和他弄这辆车的他。说修改了很多控制方面的问题，我觉得应该是修改了吧。还有他上一个版本好像是速度很慢，现在好像修改了快一点的，可是我没有玩过上一个版本，所以我不晓得。哇，然后这辆车飞上来，不错不错，很期待礼拜六可以玩那个四海兄弟三Mafia 3，很期待那个游戏，你们期待吗？哎呀呀，哇，老喂，呜呼，漂移，我很喜欢这个地图，这种地图来跑这个这种车应该不错的，呀，算很平，又没有水，哇。我们下次再找另外一个更好的，如果有更好的话，我会代替这个地图。暂时的话，这个地图是我最喜欢的，给这种跑车型的车。还有我生病，很抱歉，所以喝最近没有什么影片，应该会比较少影片，就是这样。哎呀呀！再来跳，哇，老伟这辆车很厉害，跳啊，厉害过那个野马，因为野马好像速度比较慢，所以后面有这样跳啊，这样子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因为我印象中没有这样，那个辆车好像没有跳这样多，这辆车真是很快，可是不够我们的法拉利跟兰博基尼啊。哦，我看怪物卡车都快过哈，我们的第一代怪物卡车。嗯，哎，再来跳，哦，第一辆车和不是跑到一半就受伤了，哦，回来我们的 pit stop， 滴滴，嗡，再来 bypass 罢了啊。哇，还要 go stand 啊， OK， go stand 啊，来，我们向后走，啊，里面没有人了，这时候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，喂，看不到，最近他们都很偷懒了，以前可以看到里面的，我，这样的跑啊， let's go， objective， 都没有木印啊，怎么样 objective 啊，喂，几小个，哇， first person， 哦，不用紧，还可以 start 车，只要那个车不是 double 就好了，就是倒转了整个。四脚朝天，哈哈哈哈！哦哦哦哦，喂，这样子这样比较刺激哎，是不是各位？啊！所以哈，没有消防车，也没有警察车，也没有那个什么鬼啊，
就上车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是那一辆警察车，过后就没有了，全部空空如也，什么警车都没有，要等到有新的为止。OK， 各位，可是我觉得等下过后还是有人留言在下面，有没有消防车，有没有警察车，有没有救伤车？可是消防车是最多的了。哇、哦，不懂各位是不是故意的？哎呀呀！哦，不错不错。漂移啊，很想念那个 Forza Horizon 的那个漂移的那辆车，就是 Ford RX RS 200。哦，老伟，哇、哦、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这样，哇、啊，哦，哇、哦，很有挑战性，这样子加。很难加哦，用回这个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哎，我们不要下去，我们走回上来。刚才好像走下去过了，呜呜呜，砰砰车，咚喵。嗯，哇，闪牙，哇，老伟，这辆车的弹弓很好，很弹啊，这辆车真是很弹啊，坐在里面应该很舒服的，我觉得。哇，这辆车好像气球的感觉，上这辆车极鬼轻，不是很轻，就是很跳很弹啊，好像那气球跌下去要弹上咚喵那样。哇，要不然就是球，哇，可是气球好像比较像啊，好像我们现在漂移后面很多号码走出来嘛，人家是拿分，我们是拿扣命分，哇，咚咚咚咚，哇，这边喂，动到手头竟然不会扣命，哦，喂，回到我们旋转轮胎的，嘿，OK， 拉我过去吧。Yeah， 喂，可以退后吗？拜托。OK， 应该可以了，退后啊、哦。喂，本单车，他不给我们回头啊，算了，回去一下。Yeah， 其实跑车后是没有什么东西给介绍了，只是看一下他的速度，还有的车，美不美？可是我比较喜欢驾那种四乘四的车，可以比较多泥土跑，因为这种车和同城跑那些烂泥和都是跑不了的，就像上次我们的 GTR 这样，跑烂泥多么的辛苦，哈哈哈哈，如果你们各位还记得的话，哈跳一跳，好大的漂移！接下来那个四海兄弟可能哈，我会比较常录哈，因为我想尽快玩完那个游戏，因为看起来好像很好玩这样，所以哈可能会比较少旋转轮胎的那一个星期。哦哦，哇，这个山，这辆车应该拜拜了，直接，哈哈哈哈，OK 啦，今天我就录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各位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帮忙按个赞，还有你们订阅的话，请订阅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面。还有你想看什么车的话，请在以下留言，拜拜，再来跳，呜呼。